在讲阿拉神灯的笑话啊，是新版的阿拉神灯啊。啊，有个女人呢、啊，在偶然间在市场上买了一个旧的茶壶，然后带回家就试着擦那个茶壶，忽然间从那茶壶就跑出一个精灵出来，然后那个女人很兴奋，以为精灵能够满足她三个愿望 ，OK， 三个愿望。然后精灵说：“哎呀，时代不同了，现在我只能给你一个愿望而已 ，OK。”然后他就想一想，就从抽屉里面拿了一个地图，中中的地图出来，然后指着地图说：“哎呀，这中中啊太乱了，我如果他们先打下去啊，一定会引起世界大战的，让人类同归于尽。我的愿望是从希望这个中的家国家和太平，就不要有战争，相亲相爱的活下去吧。”然后精灵就说：“天哪，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些国家有上千年的恩怨，哪是一朝一日啊能够解决的问题来的？仁慈一点吧，我睡了500年，我刚睡醒，我的精神我还神志不清，啊，神志还没恢复。”啊，你就给我简单一点的愿望，我来帮你实现吧。或者你个人想要些什么，我帮你实现吧。那个女人就收起那个地图，然后就想一想，那就这样，就说这样好了，请你帮我找个好伴侣。啊，我的好伴侣的条件是英俊潇洒，收入丰富，然后体贴、细心、能干、聪明。幽默风趣，善解人意，我生气时他绝不还嘴，我想要什么不必说出口他就能帮我做到，我劳累的时候他会为我做一切的事情。精灵听了之后就深深地叹一口气，你还是把分钟取消给我吧。你明白了意思吗？啊，有时候啊，我们对啊难怪啊，女人嫁不出去，要求太高了啊！你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回来是看美丽的完美的，但包括牧师在台上，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道理，但是我本身也是需要改变的。如果生命没有改变的话，我讲的道理都是一场空。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不完美的地方和完美的地方。我们看人家优点，不要看人家缺点。当你看把人家的缺点放大后，你就活得很痛苦，你就找不到男朋友了。OK， 我们进入新的系列啊、第四个系列属灵产业。我过去以来，我跟你讲说，我们上帝耶稣升天之后，还留下遗产。第一，给我们有智慧的灵，有启示的灵。上个星期我就跟你讲过，上帝给我们大能大力。不是将要给我们，已经是放在我们里面了，而且这个能力也不是一点的能力，是抽所有的能力。我告诉你啊，我就是昨天上个礼拜我过的时间，我跟你讲一个，它里面就是我对，你看上帝给我一辈子，我上帝叫我见证，我不是脱药，上帝给我几个星期是属于我的，我就不必如何怎么做怎样的准备想象，我都讲得有，而且很有很高的。其中一个就是能力，我很容易去告诉人家，或者跟说清楚给人家，你身上有能力，你很明白，然后你能够去活出来。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我年轻17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禁食3个礼拜的第二个礼拜的第二天。啊，惭愧啊！你看我现在肚子越来越大，我现在不是进食祷告，我是进食祷告，吃很多了啊。所以因为苏麦阿拉没有钱买讲台，我只能做人肉讲台来放身心啊，没有办法。所以呀，年轻的时候就在那个进食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在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我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我就上帝给我看到异象。我看到什么异象？我看到耶稣站在我的面前，他跟我讲话。可是他跟我讲的话，我完全听不到。他一直在讲，我不知道听得懂。为什么我听不到？旁边我又看到一个魔鬼在我旁边，他一直在。我说什么？他的声音太那个尖锐了，盖掉耶稣跟我讲的话。然后我在那边就一直这样很干扰的那种声音。我在想，大概10分钟，我就很不耐烦，我就跟主啊。
难道你不介意吗？我还以为说，哎呀，这个样的环境啊，是多么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如何怎样，耶稣如何的对付魔鬼。耶稣一点都没有动静，耶稣是就一直在讲话，他说听不到耶稣在讲话。然后我在我很不耐烦的情况之下，我就说 shut up， 我奉耶稣的名离开，那魔鬼就离开了，那个邪灵就离开了。然后之后呢，我就问耶稣，刚才为什么这样情况你不能做呢？为什么你没有去解决这个魔鬼这个邪灵呢？耶稣跟我讲一句话，我永远没有忘记。耶稣跟我讲说 I want but I can't。 我说什么道理？我所认识的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从死里复活的，是有能力，竟然说 I want， 我愿意，可是我不能。就因为这么样，这也是我说，然后耶稣就跟我讲，他所把所有的能力，他回到天堂的时候，他没有拿把所有的能力带到天堂，他把能力放在他的脚下。上个星期上帝有讲，放在他脚下，谁是他的脚下？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谁身体啊？脚在那里，脚在身体里面，所以能力放在脚背里面。谁是教会？你和我是教会。如果你们没有把这能力彰显出来，你不要期待耶稣做任何的东西，因为耶稣已经把能力放在他的教会里面。你不是用感觉，被爽到的感觉，哇，因为有能力，不是这样，而是能力已经放在里面，不管你有没有感觉的话，上帝的能力放在里面。今天我们来看。除了能力，上帝要我们懂得安息。上帝给我们安息 ，OK。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Ephesians chapter 2 verse 1 to 7， 啊 ，Ephesians 以弗所书 verses 1 to 7， 第一节到第七节 ，OK。给我读圣经和本，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第三节，我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下面我们做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我把以下时间来交在你的圣手里面，圣灵运行的动工，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主啊，让我们真的很明白主啊，你留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大，包括今天所讲的安息的这个课题，主啊，感谢赞美你，如此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圣经讲，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含义有几个？那基督教基督信仰看死啊，跟外面的人看死不一样的，同学们，外面的人如果没有信耶稣的人很怕死的，讲到死也很板当的，哎呦满公死二岁啊，没死啊，是吧？所以他们很怕死，他们对死未来不是很肯定。为什么你看？为什么基督教的丧礼每次他们人死了之后，他们都高高兴兴啊，欢乐，没有哭哭啼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更平安，更知道了，很肯定的，确实的知道人死之后要去哪里，所以基督徒不怕死，不怕面对死亡。所以死在基督信仰里面的死这个课题呢，是还没有人谈个死之前呢、啊，
我常常预备，所以我常讲，我如果上帝我上帝要把我借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怎么样？已经准备好，我才知道我死了之后，我有一个路程，更美好的路程让我去做。我宁肯早点死啊！所以我们活人，我们活得很坦荡的，很怕死，讲死的。可是，在基督信仰里面呢，基督啊不怕死。来，我给你看几个这个死啊，死代表什么呢？死代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有。死有分这好几种，第一灵性上的死，灵性的死，大家讲灵性的死，灵性的死就是人啊，在神的面前的状况来讲，虽然是跟神的生命隔绝了的，完全不认识神，这叫灵性的死。然后第二种的死呢，也代表着表示命定第二次的死，啊，大家讲第二次的死，你。人圣经讲人人必有一死，我们每一个人都逃过死啊，生老病死，死是我们比较必经之路。但是不问题不是死了之后就是我完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督的信仰里面呢，死之后你的肉身死之后，你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魂的死，就是上帝会来审判你这一辈子你做了些什么。你这一辈子给你活到，比如说我一年一辈子活到七十岁，我这七十岁里面我做些什么？这七十岁里面我认有没有把我的时间好好的充分的利用来认识这个上帝，来认识这个耶稣？或者我已经认识耶稣，已经认识这个上帝之后，我有没有好好来服侍他，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来服侍他？这是第二次的事。然后书也讲到肉体势必会朽坏的，大家讲肉体会朽坏，所以兄弟妹，请你不要投资太多时间太多钱在你的肉身里面，因为你的肉身一天要毁坏的，眼睛会坏的，你五脏六腑会坏的，所以不一定。那我不是极端，那如果你能够买是保健品，是一些滞销的产品，是好事来的，能够保健你，保护你自己的。但是我要给你的概念，身体要换的，这个虚可要换的。如果你能，你如果在投资你的身体，要吃燕窝，要吃蛋白质，要吃挑剩，要吃那些东西都好的。但是我在你投资这些东西之前啊的同时呢，我也鼓励你投资你的灵命。要记得为你的灵命吃维他命，为你的灵命吃好的燕窝，好的产品，那就是圣经和话语和灵命的增长。然后呢，综合以上三个，圣经里面有讲到这个三个的死人，所以因为人没有认识神呢，天天活在死的里面。然后呢，因为罪啊的后果就带来死亡，那死呢又借着罪来控制人。所以呢，圣经讲啊，当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啊，你们是死在过犯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死在罪恶之中呢，代表什么？代表人对犯罪毫无感觉，人对罪无能为力，无法自拔，死是失去生命的感觉和能力。什么是死？死就是失去生命的感觉和能力。积极的方面来讲，对神的爱没有感觉，也无力行善，也没有办法讨神喜悦。然后消极的方面呢，对罪的很放肆，完全没有感觉，完全的任意行为去犯罪，得罪上帝，得罪人。然后救恩就是把我们从死里面把我们救出来，然后是救恩让我们看到原本的我们。我们现在站在人的面前，如果要不是救恩来光照我们，救恩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原本，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看到自己还是很好的。很多基督教跟别的信仰不一样，就是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我们。
我们的灵魂的状态。我们可能在人的面前都表现得很好，然后都做了，可是我们的救恩能够光照我们，上帝的救恩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人实在在哪里。然后更明白的圣经跟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死人，不是活人。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们根本就死人。如果你要一个死的人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罪对我们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害，就是死亡掌权我们，人失去生命的意义，人失去感觉，人生命的感觉和能力。对于罪，没有一个人说：“哎呀，不关我的事，我只是人类里面的旁观者。”没有，每一个人都得罪了神。一旦我们身体啊失去生命，就会变成很冰冷、很僵硬，对神很冷淡，硬的景象；对人很冷酷，对事情很死板。恐怕因为我们不活在生命里面，我给你看一个图片，你就明白了。所以安息不是死的状态，安息不是死的状态，安息是要复活的生命。我们来看这个照片一下，这照片我在Facebook里面找到的。那这个是在大概两个星期前，说有一个小孩子，2岁孩子被一个 van 车啊。碾压过去了几分钟，我不知道，忘记了，5分钟6分钟，总共有18个人走过经过，却没有人去帮助他，结果这个小孩子就死掉了，也是宣告死掉了。过了两天，这个小孩子在医院里面过两天就死掉了。人性，人没有上帝，人没有生命，是对这件事情很冷淡。可是啊，有时候我在想，人啊不如狗。狗它的同伴被车撞了，撞死了，它还一直在吠它，吠了不理它，去咬它，咬到路旁去。狗都会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可是人为什么呢？这就讲明一个死的状态。当人性没有生命的时候，没有上帝叫他活过来的时候，他们就做一些这样的事情。人对事情、对神很冷淡，应着景象；对人很冷酷，对事情没有感觉。因为是他们在死的状态里面。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圣经讲，接下来第二节。圣经讲，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风俗啊，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哦，你就会看得很清楚。我们一直讲魔鬼啊，魔鬼，那魔鬼在我们人的身上做些什么？我给你看了，从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魔鬼的工作。第一，魔鬼做工的根据地在空中。我们以为啊，魔鬼在地狱里面是在地底下，不是空中。然后他工作的服从者，就是他派邪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是现今，都是现在做，他不会等的，他都是现在现今在做。然后他的对象谁？他做工对象是悖逆之子，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然后做工的方式呢，在人的心中运行。第六，做工的内容，使人随从今世的风俗而顺服他的意思。然后第七，他的目的，做工的目的什么？使人和他一样的被逆神。我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来跟你讲魔鬼。以后啊，接下来的系列我还会跟你讲。让你看到魔鬼的真面目。那魔鬼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叫路西佛。路西佛啊，英文叫 Lucifer。Lucifer 就是他还没有犯罪之前呢，他是掌管
天上的天使的三分之一专门来敬拜上帝。那其实在在天国里面呢，有三个天使长，一个叫路西伯，刚刚你讲过，第二个叫米迦勒，我就是我拉班一个了，他是专门负责打仗的 ，OK， 专门去为神去打战的打仗。第三个是很给伯的，他叫给伯他是专门是传信息的人的，他英文叫 Gabriel 加百列。耶稣降生在人世间的时候呢，婴孩降生的时候呢，他就到处去恶人说，有大好的喜讯告诉你们啊，上帝来到人的世间啊，就是 Gabriel 来传信息的。这三个人掌管所有的天使，可是这三个天使长里面呢，最恩高、最有能力、最大权柄的还是路西法，因为他带领所有的天使来敬拜上帝。但是这个路西法呢，不满足在他这么高、这么恩高、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权柄的底下，他不满足。他一天在敬拜上帝的时候，他说：“如果干嘛拜上帝这么无聊、这么闷？如果这些天使来拜我，有多好？”当天使这个天使这个路西佛有这种的想法和这种背逆上帝不尊神为大的时候，他就被堕落到成为一个撒旦魔鬼天使。所以他堕落的时候，他就想尽办法，因为他不愿意所有的人都顺服上帝，他都影响所有他能够看得到的地方，能够看得到的人不顺从上帝，去背逆上帝。所以他影响世界上的第一个人就是亚当和夏娃，叫他吃分散的果树，像他一样不要依靠神，依靠自己的聪明才干。所以今天你看到你，如果你说哎呀没有信耶稣无所谓，如果你不明白那就算了，你明白说哎呀不信耶稣无所谓，没来教也无所谓的，反正都没有关系的，在属灵的世界里面，你有两个选择，要你就跟从耶稣敬畏上帝，要不然你就被魔鬼操控，你不能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世界各样，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撒旦呢就是利用这些潮流啊，用这些东西来捆绑来牢笼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顺服撒旦魔鬼。所以在从神来看呢，整个人的人生啊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罪恶没有随时代而不同，罪恶也没有随时代来越来越减轻，反而罪每一个时代的罪都不一样。我举例你就明白了，一代有一代的罪，一时有一时的罪恶。举例，比如说，如果你像早在50年前呢、啊，你去跟人家讲，哎，离婚啊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今天你讲离婚，哎呀，好合着来啊，不合就这去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如果你早在50年代，你说离婚啊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的，包括同居啊，现在你看男女住在一起啊，变成事情来的，哎呀。哎呀，男欢女爱，可是早在50年代、30年代，你说同居，人家觉得你是很乖的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罪在一代和一代的不一样。然后自杀，今天自杀好像变得风潮了，如果你要很潮，你就自杀。说我有自杀过，我有自杀倾向的。然后堕胎了，这些几十年前呢、啊、是不敢做的，也不敢公开的，对，现在很普遍了。这个男人不要我，我还要这个孩子来做梦。我是举例了，是这样子。所以呢，潮流啊 ，modern 啊，这个时髦啊，一来啊，人人啊都卷在这个流里面了、啊。所以虽然是付的代价很高啊，可是也心甘情愿，甚至还引以为荣啊。究竟啊，这个问原因在哪里呢？因为是中了邪灵的诡计。魔鬼让人追求潮流，为要捆绑人的
生命。不要以为啊，我为了要让人家感给我看的感觉到更舒服、更有精神，我就买更大辆的车子、更大间的房子，更找更多的金子，然后女孩子最喜欢的买更多的钻石戒指。这些追求的潮流不是帮助你更有 status 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人的方面，这是魔鬼的欺骗。你追求这东西的时候呢，你同时也被捆绑。那些人啊，为了要买大房子，拼命去开 OD 赚钱，日夜日做夜做都在赚，可是他有想供到他的房子吗？他很多的时间都在外面跑赚钱，房子是放着摆着，美的生那个灰尘的，买车子哇，我拼命买好的车子，干净不够，买格力莎不够，再买大一点，可能买更大更高，你必须要供车，供的费用更多。因此你供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要做更多的东西啊，就是 OD 啊，赚钱啊，赚外快啊，那你还有时间来驾这个车吗？你不是享受这车，你是做这个车的努力。所以基督徒不属于这个世界，随从这今世的风俗，按着生活的那种习俗或失去和世界有分别的见证，这不是神所喜悦。基督徒虽然活在世上行事为人，但不是没有宗旨的生活，乃是按照神的旨意，由圣灵的引导来生活的。当然在人的里面努力的工作，人的罪啊，就是看出他工作的结果。你看这个罪，世上的罪恶越来越多，刚才看到那个，其中也是一个，那个小孩子本来是可以救得活的，可是在躺在那个地上延迟了6分钟，还有第二两斩过压过更糟糕。所以我们看到人，我们你说啊，这世界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那这些事件让你看到社会越来越不好，无疑社会是进步了，无疑这个世界越来越很多便利了，加上科技人的聪明啊，人的能力人的聪明所带来的后遗症，并不是更进步更繁荣，而是更多，因为它不是依靠神的智慧，它不是依靠神的力量。Facebook 好吗？ Internet 好吗？好啊，很好啊。以前啊，要写一封情信啊，哎呦，亲爱的，我想你想的要死哦，然后先打下去，2个星期才到。现在用一个 SMS， 你在那里，我在你心里，一下子就到了。当然，这个便利是好的，当然也带来很多不好的东西，对吗？所以你看，人的科技和技术是带来好，可是现在也同样无疑的带来坏的事情。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时间。那安息不是活在肉体里面，圣经讲，从前你们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从前我们想睡就睡，想吃就吃，想去做任何事情，随着自己的喜欢就去做。可是今天你信有耶稣，你要学习不要按着肉体来行。以前啊，你要开口骂人家，人家还要选日子的呗，老子不喜欢就骂，开口就问候你的爹娘，问候你的祖宗18代，对吗？可是今天你信仰耶稣，你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吗？当你要开口骂的时候，你会想一想，哎，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基督徒，我要保守我的口，要保守我的身体。如果没有这样经历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个基督徒，
一个真正基督徒，他生命是有改变的。以前啊，哎呀，想要买万字，直接就走去万能就够了啦，还想什么？今晚就要开了了，还有几个小时罢了。今天哇，牧师有没有看到？哎，旁边有没有看到我去买多万人？因为什么你会这样想？因为你已经有生命在里面。以前是随着想做就做了。所以呢，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必须要有一样东西，必须要有在你生命里面有起有一些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举例，你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你生气的时候，你必须要说，如果你这让生气来掌控你，你这样发了脾气，你就活在肉体里面。可是，如果你要遇到一件事情，你要生气的时候，你说主啊，保守我。我不要做一个肉体的基督徒，你就胜过了，你就胜过你的脾气了。祷告，很多时候我听很多的兄弟姐妹都讲，哎呀，我不是不要祷告，我也是试过有早一点起来祷告，七点起来祷告，可是祷告五分钟，又回去睡下去了，不能，不是没有，我也试过起来祷告，不能。那肉体呀，是以神为敌的。肉体呢是反对上帝的，肉体是不行上帝要做的事情的。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如果你遇到软弱，你遇到要睡觉，你一定要对你自己讲，你是身体的主人，你说身体你听我的，我是主人，我要清精神，我要祷告，你就能过了。但是你如果你随从肉体啊，因为爱睡你就随从他，你就永远活在肉体的基础。你要属灵吗？你一定要突破这个肉体的障碍。你祷告的时候，你爱睡，你就主逼你自己站着祷告啦，站着祷告是爱睡的。我也是有软弱，我也是有时候祷告也会感觉到爱睡，我就不要坐那边喽。有个人更糟糕，他爱睡他就躺在那边祷告，肯定睡下去啦。站起来，要不然就坐下来，要不然走来走去。所以你不要看到牧师有点，牧师有时候有时疯的，走来走去啊，祷告，自己讲过来说我在祷告，因为我怕我坐下来我就很容易睡觉睡着了。所以你可以要想尽办法来对付你肉体的软弱，直到你自己属于读经你可能读了两堂，眼睛就开始很累的哦，想要睡觉，那你就读吧，不要看圣经读出来哦。从前也在你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肉体的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憎之子，何必？你把它读出来，你就不会爱睡了。你这样看就肯定爱睡了，是吗？还有禁食，哇，你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特别那个试探很大的。你禁食祷告，你特别想要吃东西，本来那个炒米粉本来不好吃的，你禁食的时候，你走过，哇，这个炒米粉真的很好吃啊！哇，我从来没有闻到这样香的。你禁食的时候，特别东西很好吃的。那我常禁食，我知道，尤其是在下午，早上禁食开始就没有问题的，中午15点、12点有没有问题的？可是人啊，每一个人不管他多厉害，禁食也好，不能过4点到5点。那个不，医学上也不能讲明为什么4点到5点是人是最脆弱的时候。人在4、5点时候啊，那个意志力也是最脆弱的时候。但是你能过这个4、5点的时候呢，啊，你就可以进行第二天、第三天的进行祷告，每一天都要过4、5点那个最黑暗的时刻。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肉，你要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对付肉体的软弱。如果你只是随从肉体，你怎样得到安息呢？如果你是肉体的基督徒，你怎样见主的面呢？大家讲，不要放纵肉体。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一步安息是真正的休息。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也和耶稣一同复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那一同啊，大家讲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坐在天上是说明什么？说明你已经得到一个新的地位了，在世上，而在世却超世。虽然活在地上，你却活着属天的生活。世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干扰你啊，搅扰你。做什么叫做做？做就是含有安息稳妥的意思。OK，
OK， 上一期就是上个礼拜，我跟你讲，教会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主的身体，头有能力，身体也能力，对吗？这是主借着我们在地上掌权的情况。今天我们像经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同和主坐在天上，是讲到我们在地上，可是有属灵、有属天的位置。看到上帝做的事情吗？上帝要我们做，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承认不大容易领会这个属灵事实，但我们不，但是我们的不够领会，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站在复活的地位上。身体的复活是将来的事情，可是现在讲到每一天过的生活，你是跟主坐在天上。根据这个属复活的生命啊，复活的位置啊，因此死的权势不能摸到我们，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我们。神丰富的怜悯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新的地位，那就是我跟主坐在天上。阿们。所以呢，你必须，所以呢，救恩呢是一个不能取代的。哎呀，我希望说，哎呀，我不来，不要紧，我听我妈妈信耶稣可以吗？我妈妈不要来，我哥哥不要来，我姐姐不要来，或者我家人不要来，我可以带他们来，不可能取代的救恩。因为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个人呐、啊，不管是谁啊，他必须一定要经历跟耶稣一起复活，经历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这是一个很个人经历来的兄弟姐妹。如果你那个人不愿意来，他就不能够经历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教会是复活的，教会是坐在天上的，他有属天的位置。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开始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靠主已经完成的救恩。耶稣在钉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说成了，成了，那一刻就把所有东西做完了。我们只要坐下。坐下是什么呢？坐下是说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安息的状态，事情已经完成了，功已经做完了，所以我们坐下。只有我们，当我们懂得先坐下来，然后我们才有基督徒的生命往前长进。这件事似乎很矛盾，但是呢，却是真实的。当我们行或站的时候呢，我们将所有的重量都托付在我们的腿上。当我们坐下的时候呢，我们把所有的重量，无论有多重，都放在椅子上或者放在床上。当我们行或站，我们就会逐渐疲累。但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休息。行或站，我们费了很多力气，但我们坐下来，我们就立刻轻松。压力不落在我们的肌肉和神经上，而是落在我们身体外的某些身体上。耶稣要我们做，主复活升天的第一件事情要我们坐下来。很多基督徒拼命做，拼命服侍神，拼命做那个，因为啊内心的谴责啦，可能他犯罪了，他一直拼命想要做得更好，那是错的。基督徒的生活开始做，那我举例给你们就明白了。圣经告诉我们说，阿当是第六天才造出来的。第一天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太阳、星星、月亮，如此类推，把万物都做完之后呢，最后才把人造出来。第六天的最后一样事情做了，就是把人造出来。然后呢，第七天圣经讲上帝休息了，上帝把第七天定为安息。所以呢，上帝创造我们呐、啊，从一开始的心意啊，从一开始的原则，从一开始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人一创造出来，就马上进入第七天安息之。可是今天的人呐、啊，
拼命的做，拼命的用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才干、自己的聪明去做他的错，做他要做的事情。难怪他做得很辛苦，难怪他遇到很多的问题，难怪他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因为他凭着自己来做。安息坐下来，安息呢是一种信心的事情。你什么都不管，什么都不理，只有安息停顿在主里面。很多人不懂得学习停顿。你问我，我信仰耶稣22年，我学的最多、学的最深功课就是懂得不做，让上帝来做。有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很多行动，人家做你出力，你可以做事。可是我很多时候，我这些年来，我这多这这么多年来，我学习不做，我有主来做，我安息在主的里面。事实上，神的第七日是亚当的第一日。神固然做工六天的工，然后他才享受安息日的安息。阿当的生命却和安息日同开始的。神先做工，然后安息，人却必须进入神的安息才能开始做工。所以我们常常倒转了，我们一来就开始要做。神说你要做，不是要做，做不是做，给你啊。那我再举个例子。这里有一本书，是吗？然后我把10块钱夹在这本书里面，请问你还看到这个10块钱吗？没有了，因为它夹在这本书里面了。等下提醒我拿回去啊！所以这10块钱夹在它里面了。所以以后这本书所遭遇的事情，也就是这里面10块钱所遭遇的事情，你明白什么吗？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如果你的生命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你是怎么样的生命？还在地上趴来趴去，好像活得好像狗这样、猫这样吗？我常常讲的狗日子、猫生活吗？你明白我看到的东西吗？如果你的生命是放在耶稣基督，就好像这本圣经代表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就好像那个十块钱放在里面，耶稣的遭遇是不是你的遭遇？这本书拿去烧，你也跟着拿去烧。可是问题现在不是这本书不是拿去烧，是从死里复活，然后坐在天上。我希望你看到这个奥秘。当你看到这个奥秘的时候，你就懂得你坦然的很安息在主里。我们的生命不单只是复活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啊，在基督里的地位不仅是复活的地位，也是属天的地位。我们不仅在天上，而且要坐在天上的同学们，坐就是安息，就是做完了要做的工，等候得胜的果实。所以一个真正活在基督里面的人啊，不是挣扎的，不是忧愁无眠的，不是，而是享用基督的安息，享用基督的得胜，高举基督的得胜。苦境压不倒神的儿女，难处伤害不了神的儿女，因为他是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在忧伤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喜乐，在黑暗的际遇里面也仍然可以唱歌，因为神的儿女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最后所以我们看到以基督耶稣坐在天上，安安静静的坐着，是我们的权利来的，同学们，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有几个人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呢？我们常常烦恼，常常忧虑，有事情我们就烦恼，有事情我们就赶快去做，我们没有学习安息在主里面。很少人相信在这么悠悠然的世界里面呢，这么繁华，这么充满的世界里面呢，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呢能够安静的坐在天上。他说牧师啊，礼拜天可以啦，现在坐在礼拜天坐2个小时安息在主里面就 OK 啦，叫每天就安息在主里面很难。主说你要懂得坐在天上，
你一定要有属灵的看见，你的身份是坐在天上和耶稣基督一样。一个有安静的灵呢，对外面的活动呢是非常有帮助的。相反的，没有一件事情啊比灵里的焦虑啊、过滤啊更拦阻妨碍你的属灵的能力的生活。我们不会再不息的在征战，我们会安安静静坐在主的面前，让圣灵替我们完成我们所希望的。我们也许看不见也感不到圣灵替我们做工，但是我们应当相信他一直出力的替我们做。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灵安静下来就好了。上帝渴望我们就是让他做，他永远是那个给予者，永远是那个做工者。假若我们看见他是如何的丰富，如何的大能，我们必定会把一切和一切的做交给他。当你停下来给的时候，你就能证实神是一个何等赐给者。我们要停下来做，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何等工作者。所以大家跟我讲，我们要做，不要做，不要做。再一次啊，我们要做，要做，坐下来做，不要做。最后我给你一个经文来，我们一起来看这经文来鼓励你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读完我们就结束。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不义，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和所听见的道调和。第三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这心。第八节，若是耶稣呀已经叫他们享得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第九节，这样看来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卸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卸了他的功一样。第十一节，所以我们不要卸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写那不信从的样子。愿神祝福你们，不要懂得安息，要有信心。安息就是信心的明证，依靠神的明证。因为那些人在旷野里面逗留了兜兜转转40年，其实从埃及出来去到迦南地只要2个月的行程，结果他们在旷野40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懂得依靠神，他们不懂得安心在主的。来，我们坐。